那时候台湾人还流行土葬，土葬的时候就要用棺材，棺材也是木头做的。但现在有现在不是有棺材？现在也是有棺材，但现在大家可能是要棺材吗？河雕，现在用火葬也要棺材，骨灰坛吧？啊？像骨灰也要棺材，火葬也要棺材，我妈是火葬。我看过棺材里掉，他妈棺材里掉啥的？哦，有块，可是以前那火葬是直接棺材里掉的。哎，那那个棺材一起哦，然后烧掉，然后再再去。我忘记我外公火葬的时候是连人进去烧，还是连棺材一起烧？它是一个仪式，它棺材就像他的房子啊，是一样有这样说法。哎，小马，那为什么要火葬？那为什么？那你觉得为什么要火葬？你想，他要是有一天，就是所有的台湾的山头都被拿来土葬，都是萝卜，那你觉得活人要做什么意思？好，有几个可能，第一个为了省空间，第二个为了好玩，好玩吗？火葬很好玩吗？土葬也很好玩，我好觉得火葬就比较好玩。可以烧。你知道吗？那个我记得我外公过世的时候，那个你们知道火葬吗？火葬，他要被推进那个就是火葬里的那个火炉的房间的时候，我们都要喊阿公丁灶哦，丁灶，就是对要喊丁灶，为什么？就是怕他的灵魂还留在身体里面，被火烧会痛。那你觉得这样很好玩吗？如果真的有灵魂这个东西，然后这样烧很好玩。那你就要说阿公丁灶，阿公丁灶的，快走，阿公快走，就不要，就是现在要火葬要烧你灵魂，死了就不要父母这种感觉。所以你觉得火葬是为了让你死的比较不复活 ？OK 哦，就为了就为了什么空间？真的喜欢那个。哎，小马他火葬了之后，他不要火烧那个吸血鬼。不是不能扫墓了吗？啊？扫墓哦，对啊，不过你也是可以。现在扫墓的方式就是说，你火葬之后，那个就放在骨灰坛里面嘛，骨灰坛可能就放在骨灰或者是庙里面。然后扫墓的话，就是说，意思就是你不是去打扫他，真的就是去每年清明节都去拜他。对，他就不是打扫的意思，可是也是有，就是每年固定一段时间去见父亲的意思。好，那你觉得？不知道我们这样，你们觉得木头通常都长在深山里面吗？块木啊，扁柏啊什么的。块木很高级。很高级。很香。很高级、很香的木头都长在深山里面。你觉得以前的人，尤其是没有机器的时候，他们要怎么样把树砍倒？怎么样把这些木头砍倒？需要到斧头。嗯，还有呢？还有人力啊。人力换成锯子也需要，锯子因为斧头的东西。以前我记得会有人就是盖几个像是碎块那个什么、那个火车哦轨道之类的东西，然后拿那个绳子去牵木头，然后拉。轨道，你说那个火车的轨道，对，用火车运嘛，因为木材还有。但是台湾也有。那以前的铁轨，我记得以前还有那个。但是你想想看哦。轨道这个东西哈，现在我们有本事，可能会觉得什么阿里山森林铁道什么的。不是，我是说以前是用木头盖轨道。哦，木头做轨道。然后把那个就是它会一阶一阶的，然后阶一阶比较好拉下来，然后用绑绳子。没错，没错。我去玩过。你去玩过？在哪边玩？一个地方，我也忘记了。你也忘了？小时候吗？小时候在哪边玩？我那可能是在太平山或是阿里山一些景点。平地在平地。在平地。哦，他在看动物，看动物在那边，对，有一些木头轨道被你拿走。嗯，现在琼安说的东西，现在琼安说的东西，我们之后到那个建立馆旁边的那个博物馆就可以看到。他说的这个过程是，当树被砍下来之后，树被砍下来，有时候树砍下来那个树太大，你还要在当场把它切成比较小块一点，这样切到下礼拜，下下礼拜之类的。对，看看下礼拜那个他们会不会开礼拜一上课的时间。切成小块一点之后呢，就要用类似像刚才琼安说的那个方式，由木头那个铺在地上，铺成轨道，然后让那个木头可以比较容易的就是滚下来。那如果它可以自己滚下来的话，那它也可以不用就是就用人力去拉。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你让那个树木，你让树木就是倒下成木材之后呢，先把它运到有河流的地方，然后呢就把它推到河流里面，让那些木材沿着河流就是顺流，这样不好吧？要不你觉得怎么样不好？为什么这样不好？因为烂掉。会烂掉吗？木头沾湿，如果你没有把它烘干的话，它就烂掉。但是那是一般的木头，可是你想想看，那个块木或者顶，它们都是非常大、非常粗的。而且有趣的事情是，你这些木材一旦运到了就是保存木材的地方，通常都是把它泡在水池里面。
空气，还有雷。真菌类。真菌类，嗯，有可能，嗯嗯。还有呢？白蚁。白蚁对，防虫。很重要的事情是你把木材放在水里面，这样就可以阻绝就是虫，可以阻绝腐烂的。啊，可是我不知道哎、欸，你们有没有去过罗东林场？啊，我知道了。如果木头最外层那一圈腐烂，它的内部。也有可能就是牺牲最外面那一层，然后先把它刨掉，对，因为最外面那层会有，嗯，但最外面那层木纹，嗯，有这种可能，对吧？这个都有可能，所以其实伐木这个过程其实它是一个很大的工程。首先你看，你要先知道木头在哪边，你那应该是像没有著名运木头都很局限，对对对，那都很秘密，非常那应该是在没有器具，像我们现在那种机械器具的时候。对啊，对，就是打从这，你应该这么说，就是其实人运用木头的过历史非常长，早于发明现在我们所习惯的各式各样的机械之前，对不对？所以你想想看，以前人要怎么样知道说这边这个山里面哪边有好的木头可以砍？而且呢，这个木头这些树木长的地方呢，你还要想办法算计算说怎么样把它从它原本长的地方运到就是平地，然后我们来做运动。其实这个过程是非常漫长，都用搬的啊，对，都用搬的嘛。不然就很危险，你就搬。我搬过啊。你看过？我还搬过嘞。你也搬过，在哪边？搬什么？在木头。山上。哪边的山上？有啊有啊。那我搬过比较快。就是做，就是要把它很大一块做成小块小块。那应该是在你们的原住民那边。然后我们就从山上把它运下来嘛。嘿。然后小孩子搬两只小块。啊，你是小。然后小孩子搬很久的时候。对啊。没有，我只想搬两块，小块要什么程度，你知道吗？山上石头是可以搬那个木头在石头上面跳，啊，很小块，啊，很小块。那你不记得在哪边的山？花莲？忘记，不记得多少？你多大的时候？国小，差不多吧。国小的时候，那是跟家人一起去吗？还是就是是怎么样的一些人要去做这件事情？那不记得。你是不是应该去你们的原住民部落？我还记得我小时候。竟然没想到木族。木什么？绿竹，我竟然有点低手，伐木经验。那我走进去才见的动漫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它有点，其实解析度有点差。这就是吹风机，吹风机。吹风机，吹风机，太平山。对对对，我粗心看。我会想到你就可以到那边。我以为这个是金毛，富过我的金毛。是不是金毛？对。我们可以看一下哈。光气。想象一下在山上。哦，金毛麦种。这张图它表示的就是。这些这个蓝色的这个路线呢，是他们呢可以把运输，对对对，可以木头可以比较好运输出来的。有那个有车子，有车子，有这样子的，就是是那种像矿山车一样的那种，还是只是一个平台，然后有还是汽车什么样？有平台，然后只是说有东西住着在外面这样。然后木头就放在就绑上，对不对？绑或就是绑起来。绑起来会啊。它是自己开的那种四轮驱动的还是轨道的？要人拉，对，那个车应该是叫台车，然后是台车，它那是在罗东林场就有那个模型啊，它其实没有车子哎、欸，它就是木头绑一绑，放在那个木栈道直接拖着走。啊，有两种方，我看过有两三种用木头的方式，就最原始的就是从木头绑一绑，然后拖着走。啊，另外一种呢，就是用一个东西叫做木马，就是把也是下面应该有个简单的平台，然后木材放在上面。你知道木材过很多吗？啊，什么叫木材过很多？怎么过？不会说停，它像绑一条绳，然后上面小马拉起来一个，就是缆车的概念，然后木头绑。索道，这个东西叫索道。对。哎，其实我那个我们那个博物馆上面那边有一张图，那张地图它表示的就是说这些木材怎么样从太平山运到土地，其中有一段路哈，其实应该是到土场这边。土场这个地方就是说从山上到土场这个地方有一段路是索道。就像绿竹刚才说的那种方式，就是把木材用绳子就绑在很粗的缆绳上，然后呢就直接让那个木材从这边，然后不会从山上掉下来，从绳子下来，然后直接把木头拿在撸下来就可以。要不是你说掉一条绳子，那是要很垂直的地方才好掉绳子的。但是如果是稍微有点坡度的地方，你根本就没有办法用这个方法让木头滚到你想要看移动的地方。就是你绳子从山上截一条，从高的树上面截。对。然后呢？木头绑绳子，两端的绑绳子都勾在上面，然后让木头在一路往上滑下来。这就是索道的意思、啊。就是啊，但是这样就好了。但是你要考虑说，那个山的地形，就是你说的那一段可能是不会直接从最陡
的地方崩下去哦。不是你没有办法控制木头会往哪边走啊，山里面的那个环境那么复杂，你搞不好就会就是滚到这个地方，你这样崩下去的过程当中就被树卡住啊，或是怎么样，或是怎么样，就没办法。而且就是说，所以在绑两端，它勾上去，它木头左右摇晃的时候都只有那一段绑在上面那段绳子的左右摇晃长度。而且呢，他没办法，他要一起甩的话，他左右甩的时候，他这一段会牵制住另外一段。如果一起甩的话，幅度也没办法甩到多大。所以你觉得说他们不要用什么人力拖，直接用这种方式拖吗？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很简单吗？我不太确定，因为其实我也没有去过那么深的深山里面，我很难评估说。南湖都可以放东西。啊？南湖的开山道可以直接往那边走下去。哦。可是我觉得也要考虑到。要上课的安全。安全。怎么样？你的那个木材从高处往低处滑，你要怎么样？你要设计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它不会把你做的这个设施毁掉？考虑到什么重力加速度？然后呢，这张图我们要先，这张图是简单的想要表示一下从太平山木材从太平山上一路呢往这个三星往流动的路线。然后这张图其实它也不是那么的完美，有没有人觉得？有没有人可以上来看一下？说你觉得这张图它在标示哪些地方会存在的？从你们知道的地方开始，比如像什么温泉乡啊、牛豆桥啊、长平湖啊之类的。我觉得它长平湖的位置有点奇怪，长平湖好像跑到河对岸，有发现吗？冠成，你看，你觉得这张图长平湖的位置应该在哪？比较对，比较符合我们平常的感觉。需要的地方。
林场。林场，林场在哪边？我不知道，可是我听过。我在听雅的。林场在罗东。对啊。对，就刚才说的那个地方。林场那边，你们进去，你要是进去看，你会看见有很大的一个水池，水池旁边就有铁轨。所以林场。林就是树林的林啊，场就是那个场那个场。我刚才是用铁轨。不是哦，不是哦，是九重湖啊。哎，加马，所以你们说的天冲皮，哎，他，你说他是从哪里冲下去？从，这边是木头原产地，这边是铁那个铁轨的基站，天冲皮在这个地方，所以他那个山上的木，所以他以前那个木头的铁路就变成现在的火车铁路。我不太确定是不是这个样子，但是路线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平常你们平常看到的那个，我们从全家往宿舍走的那条路啊，我前几天在博物馆看到一张老照片，就是现在不是两边是铁，中间是小路嘛，就是平常大家骑脚踏车进出的那条路嘛。我前几天看到一张老照片，就上面有火车在走，老照片，很酷。所以到时候我们去博物馆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现在我们平常那个住宿的人在那边骑脚踏车进出的路，以前是走铁路，火车在上面走。然后这张图比较清楚一点，就是它就是只是表示那个每个站的站。然后热水以前好像又有一张图说这是浊水，浊就是浊水区的那个浊。那浊水是以前南洋溪的名字，旧称，在它还不叫南洋溪以前，它就叫浊水。对，然后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然后那个清水湖车站，听说就在就是我们出了校门后往那边一直走，然后有现在还有在冲吗？没有，但他们那边现在什么都没有。对，小马知道这样子放不过来。熊安，先不要玩。熊安姐姐。对啊，有那个。对，我身上好像3.5公里，从起跑线旁边有个那个还看着小的那个，很像凉亭的那个地方。对，凉亭那个地方，虽然我也不知道是在哪边，可是都听说是在那个地方，就是我们可以知道。清水湖车站。对，我们可以知道清水湖车站的位置在这个地方，但是现在清水湖火车站，以前那边是火车站，火车站哦，对，火车站那个我们可以知道位置在那个地方，但是呢，现在好像那边没有其他遗迹。哎，好差哦，这个就是那个我说的那个博物馆的那个地图，到时候大家直接去现场看会比较，会比较清。然后，隧道，通过的感觉点，对，到，哇，这张图放心大了。然后这个也是，这个隧道图也比较清楚，但是这个也是个图，而且你们可以看到哦，从热水这个地方到牛豆这个地方，你们有人去过更后面吗？就是牛豆更后面。没有去过，就是看起来以前是有。对啊，后面是看比赛。以前看起来是有隧道的。就是运木材啊，那个铁轨啊，它不是有。上面就是北横。北横，哦这样子。上面就是北横。上面是北横，而且你看从。南回北移北横，南回归线北。然后北，而且你看从照相看，这到时候大家去看现场更清楚啊。从清水湖跟天冲皮之间好像还有小山沟，就不知道在哪里。天冲皮到什么？清水湖，这就是从五学校到天冲皮之间嘛，到这个图上的显示看，这边还有小山沟，也就是以前，对，也是以前运木材。我们学校。从这里到那种，对啊，这样从上面讲话，好像看过，你有看过？好像就是封在旁边了，封在旁边，那是在上山的路上的时候，旁边一整条全部都是就是盖起来的那个东西，然后还有个铁栅可以进去什么的。你是说比如说是全头湖到长平湖之间，还是长平湖到桥这边？你说那个位置大概在哪？那是到全头湖粮电厂上去，粮电厂上去那一带，到全头湖那边。然后，如果你是从山下往山上，你的右手。但是旁边很遗迹。遗迹哦。很像，就是没有围铁栅栏。哦，有可能哦，围铁栅栏就是不要让人家进去。对，然后它就是类似盖，就是你知道，就是那种很多石头圆圆的，然后很漂亮，然后放在上面，然后就是类似堤防，然后上面塞那个装饰的石头，然后像堤防，然后旁边地方就突然有洞，然后那边就给你开个那个铁门这样。哎，好神秘哎。其实公车上还不是会有一个拳头，然后握着一个东西吗？就是一个日拳大的那个木头啊。拳头。那有步道吗？哦，步道。哦，那边有个步道，短短听说好像20分钟就走完，就走得完。我
我知道出口在哪里啊。出口哪？就是你继续沿着往后骑，脚踏车继续往后骑的话，你就会看到它的出口了。是樱花林在那个拐弯上面的那个地方吗？樱花林之前。樱花林之前就是出口，那么短，很可爱。没有，它好像往上绕多了下。往上绕。往山上那边走多了下。哦，它就是一个环状的。然后这张图就比较不清楚一点，但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山地的运产线，运产线就是那种。然后还有再来就是，但这次有些地名好像不太，有些站名很不太一样，像这边这张图热水就变浊水。然后这个二万五好像是新冒出来的一个站，然后天众坪底下那边有个火车站，有没有去过？去过了几次？有人去过吗？就是在县里国小斜对面那边有天众坪。那边有看过吗？有啊，我去过。你也去过，就两个人。林青，你有去过吗？没去过。天众坪火车站。没去过。没去过。那没问题，现在只有两个人去过，我们之后可以顺便去看看。天众坪，你说天众坪火车站是那个？县里国小。县里国小。往那个天众坪，然后往前进走，那边有火车站。对对对，火车站，你有去过吗？通道吗？没有吗？就是我说的火车站的那个站。那里以前是。你有去过吗？爬起来更辛苦。那就看过电影吗？连续剧。啊，连续剧啊。这样，那它是古装剧吗？还是没有？就现代剧。哦，现代剧，好吧。那我以为是历史古装剧，就很好。那个车站好像是什么天众坪观光车站酒店。对，它现在变成一个观光景点。没有，它以前是古迹。啊。它就是一个为观光而兴建的东西。哦，就是原本的那个车站的那个，就是。那边有个古迹房子，没有人在住的，就是天众坪车站旁边有一个，好像是以前人住的，然后就没了。应该是火车的宿舍。火车员工宿舍是不是就是跟住宅一样？跟住宅一样，那为什么会是个古迹？因为它房子都超久了。哦，那下次那个你跟我们讲一下，下次我们带。哦，我知道哪里，火车对面那个蓝色那个火车对面。不是，在跟火车站同一条线的。啊？就你不是火车站那边会有一大上过去吗？哦，对啊。然后旁边那一栋。听说有人住的、啊。没有吧？我都看到人哎。好，下次试一下。下次确定吗？下次确定他你们说的是这样。天众坪火车站它的特别的点是在于什么？就是这些沿线的车站啊，几乎都没有了，可是只有天众坪这个地方至少暂时有在，然后还看起来是个火车站的样子。那还有铁棍？那个铁路都假的。铁路是假的。那还有铁棍？可是那边。铁棍都新盖的，都假的。就新盖的。可是它那边哈，在天众坪火车站旁边那边，你们可以看到有个东西很炫，叫一个旋转盘。这个旋转盘呢，很大一个。哦，它那个装，不像火车换那种。没错，就是火车车头掉头。对，然后火车往这边开，往这边开，然后你那个火车的车头要掉头的话，就要靠那个旋转盘。因为说火车往这边开，它那最终点要有一个掉头。对，你怎么知道？我对交通工具没有研究。哎呦，这样子呢。然后就在这个地方就是。那个天众坪一带简单的附近的地图，简单的附近的地图，对，我简单的附近的地图哦。啊，对了，既然说到这个，那再继续接话，你知道什么天众坪叫天众坪吗？因为那边有个天众碑，因为没有个天众碑。可是搞不好是因为这个地方先叫天众坪，才会有什么？没有，那个碑是讲天众坪的意思的，懂不懂？然后那是为了纪念某某某叉叉叉的，纪念一个叫天众的人。你的真正意思是湖的意思吧？小水潭，小水潭，对，小水潭的意思。所以可见这个地方可能跟个，反正你看那个碑上面有问题了。可是你没有看啊，你要是有看就可以告诉我。感觉蛮老的碑。我目前为止我看到应该有三种说法，有三种说法，有没有人要？你有个存包问题要猜猜看，去跟老板搭讪。我没有跟老板搭讪，我看到的。为什么知道？网上查啊。存放都是跟当地人搭讪。有，我有跟当地人搭讪，所以我说这三种，因为其中有一种是他告诉我，是当地人告诉我。什么？没人想猜吗？没有人。没人。不想猜了，不想猜。好吧。告诉我。天上有，你知道天上有。那就天上有。天。小海，不要学修义。天送给的。天送的湖吗？小对啊，小池塘，皮就是小池塘。对对皮。你懂？这的确是那不是什么存放？琼花是为了一个，琼花是为了一个点，那个点是什么样的？就是觉得说这个地方是老天爷送给我们，那老天爷送给我们这个皮塘在哪边？有传说在夫妻树这一带，就是大家看这个插不下来这边这一带。以前这边有个皮塘，这个皮塘就是
非常大，然后附近的农业的那个种灌溉的水源啊，大家喝的饮用水啊，日常生活用的水啊，等等等等，都在这个地方，而且水质非常好。那因为大家回忆一下哈，刚才我们刚才看就是宜兰这个地方，那好，往前面，很前面，对，在很前面的地方，你在很前面的地方，宜兰这个地方哈。河川有分上游、中游、下游。上游的话在山上，然后呢，我们这个地方它开始就是冲击到平原这个地方都是中下游。那一般来说，从山上流下来的水，很干净，水质很好。然后呢，到了我们这个地方饮食，因为基本上还没有路过，就是沿途太多的这个人居住的地方，人居住的地方水可能就有废水，不是，现在不只是工厂废水啊，你说就是大便啊、尿尿啊、洗衣服的水啊、打扫家里面的水啊。所以一般来说，一条河的水只是越到下游，可能就会越差的。但是呢，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呢，因为水刚从山上降出来，通常山上可能就不会有什么，就是太多这种人为的污染物。有啊，尸体啊，尸体算是天然的啦，尸体倒都有。对啊，因为巴西人会自杀的。日久生活都不一样，你用日久生活，这样上面就有血，这样上面就有血。然后再流过去，好了，拉回来说。天龙坪在这个地方会建水吗？所以呢，水质非常好。所以呢，我跟你讲，天龙坪我们这边的老百姓呢，都觉得呢，就是这个水源非常的好。然后天龙坪的范围就是我们这边说的天湖村跟天山村的范围。天湖村就是我们宿舍，我们那个住宿舍的回去可以看一下门牌，我们牌就在天湖村。然后呢，天山村的地方大概是南洋电厂这一带，跟刚才看到的这个夫妻树。就是这一带，就传说说天龙坪那个皮塘就在这个地方，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了。这是为什么？可能有各种原因，皮塘会不见，一来可能就是没有水，被捞完了，对，被捞完之类的，没有水，然后又不下雨之类的，某年大旱，然后那个没有水源，它就干了。那不然就是说它的那个土被填平了，人为的有人进去就是把它土填平了，拿这块地来做其他事，也有这个可能。这我们没有办法确定说到底是为什么，可能要是认识一下当地在那边住了很久的人家，才有可能知道。一百年，或者是200年之类，才有可能知道说为什么现在没有天龙坪。然后另外一个，现在没有天龙坪这个地方，这个坪，对，这个坪，这个泉，还有这个水，对。然后再来第二种说法，第二种说法我觉得很奇怪，第二种说法我是在维基百科上看到，维基不好。对，但是我觉得没有，我第一次习惯，都大家更改了。就是以前有一个人叫许天颂，他好像是算是一个蛮有名的政治人。然后呢，有人说天颂坪是为了纪念这个许天颂，所以叫天颂坪。但是问题是，然后上天送给他一个之类的。但是很奇怪的事情是，你上次回去百科看，这个人他其实跟宜兰一点关系都没有。有病吗？他要么在南投出生，然后要么在什么？就是中部地区当官看官，但是跟我们这个地方也没什么关系。但是他的维基史料上又说，天龙坪这个地名是为了纪念他，所以我觉得这个方法，这个说法，妹妹就卖一块地给他，卖一块地给他，然后叫天龙坪。对。他在哪里养地，然后为了我们宜兰做了什么什么，然后就这样子。理论上这样，可是我查不到是他为宜兰做了什么。但是蒋公不是随便挖了一块地就给他一个？可是是蒋公不一样啊。那个政治人物啊，感觉大家觉得他很屌，然后呢，政府就觉得好，我应该纪念他一下，然后觉得好，这块烂地就是决定纪念他的。哦，好敷衍，就是感觉到这整个就是超一点都不好听，一点都不有趣的故事来源。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我看到另外一种说法也是，的确有个人叫天寿，姓什么不知道，清代的人。然后那个时候南阳因为我们这一代，然后还没有太多人开垦，然后呢，他就跟一些人决定要来开垦某地方，然后他要是打算。然后在这边做了很多的事情，所以呢，是为了所以才纪念他。对，我觉得这个还不错。那个皮呢？皮就是皮糖的意思啊。上天送给。我是说，如果以那个最后的一公斤那皮糖，那这样皮糖，那皮糖会到什么意思？你再说一下。我的意思说，你看，不是说一次你刚才说了一公斤，然后呢，你刚才讲完就，然后就解释了两次，那还有什么皮呀、啊？所以当地人都叫肥。那个最后的对呀、啊，天上天人都是天上飞。像天上，皮的意思说表示这个地方的地形。天送是天，为什么叫天送皮？就是皮可以很多皮。但皮可以很多皮。但是叫飞哦。但
概，而且皮糖这个我们会做杯糖啊，皮糖就是它作为它表示这种地形，小水池这个地形，我都叫它皮果子，所以我就用这种皮跟水有很大的关系，你知道吗？啊？你知道皮跟水有很大的关系吗？嗯嗯嗯。对，在山上，山上水流下来的话，比方说我们家前面有一条水沟，那水沟是从山上流下来的，然后有时候会看到那个水是浊的，为什么？因为皮头很脏。皮头，皮头者就是水源。哦，对啊，就是皮这个字，它其实是跟很多的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水文，然后地形有关的这样子。然后为什么大家那天弄背？我推测有种说法，就是大家平常其实都念错，因为它只是因为太多人念，所以大家很多人就跟着念。你很雷耶，有听到吗？你听到我什么意思？我刚才说什么？我的意思是说，有可能就是大家都念错，而且念错人越来越多，所以它就形成了一股势，就会让你听到很多念背。对呀。那就用 Google 翻译呗。Google 翻译是它是翻译文字啊，应该说叫一个字典。不是，我跟你讲 ，Google 翻译它，如果你打天送飞货，它就会翻译出来给你说它那个中文是什么意思。可是全国分有准吗？三张三张。Google 翻译之前目前没有人可以提供。Google 翻译它是一个就是两种外语单字呢，它是两种外语的字典的功能。如果你想要搞清楚这个字到底念皮还念飞，你应该要去查的是要有外语字典。对，你要查。只有书，根本闭嘴啊！真的，他只有电子，有东西可以比 Google 翻译。自以为，白痴，自以为，都用手机的，都用 Google 翻译，还能用手机的，你也是第一个，你最好。有人在吵了，你正在吵，我都听不到笔记在跟我说。英文字典，还要用手机打的吗？电子字典还用打的吗？对对对 ，Google 翻译的作用应该是不同的语言对不同的语言之间的转换。不要露出那种表情。一种是天送皮，这个地方是老天爷送给我们的；一种是今天徐天送给的。有没有要今天小马？然后就变成小马。小马虎。小马虎。小马虎。平常它就是两格嘛，两格是两种。然后对电力做了很大的贡献，你会变成清水小马。啊，没了。清水小马小小。好，我们现在来做快乐的活动吧。啊，做活动。我们来画。可是9分钟还是9。做蛋糕先地图吧。我们先跟人家说明一下，他们我们接下来他们做什么。好啊。做大便。小马，你那个不是以前能抽烟的，抽烟的工具吗？你那个封面呢？是烟斗。哦，烟斗。不要放烟斗。但是，我们在唱歌啦。我来讲一下好了。这幅画是比利时的一个原画家画的画。然后呢，这是一个烟斗，看起来是个烟斗。这下面就是法文，法文的意思是这不是一只烟斗，这不是一只羊。你觉得为什么要这么说？为什么他要画一个这东西，就说这样是一只烟斗？画太难了。我觉得这东西如果它不是烟斗，那它是什么？小宝，我帮你弄个铃铛。你叫我一点点，一大堆东西。喇叭还是？你是说投影机旁边？嗯，还是乐器？背景啊？你要翘你那算了。乐器？它是乐器吗 ？Nike 一块。Nike 的商标，然后呢？它是什么？水管，喇叭。你们现在想，你们现在对我猜测都是猜测的话，其实不是烟斗，英雄联盟打天敌，对吧？但是其实他说这不是一支烟斗，他是说你猜的意思。第一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这支烟斗不是平常我们可以拿来抽的烟斗，它只是画里的烟斗，是大人的用。我们没有办法用它，我们只是用笔画出这个东西来表示烟斗这个东西。是二次元呐。对，它是二次元，它不是三次元，它并没有具备烟斗的功能，我没有办法把它拿出来抽。然后第二个意思是，这个字是法文的这个的意思，这个不是烟斗这个字，这个字就是 this 或者是 this 不等于烟斗这个字，这两个字不同意思。
来得力。譬如打比方，我说他，他是谁？你又怎么知道孔子的公司？秉性。可是他这个字并不等于秉性。比如说今天要是我在这边说话，我说他怎么样，他怎么样，你不在这个房间，你只在外面听到。可是这边有两三个人，可是你就不会知道说我说的他到底是谁，除非我说他是秉性。我已经听懂你的意思了，强调我的意思，真的吗？比方说他是你的同科，比方说 A 是 B，A 是 A 不是 B， 这样子的话，他只把那个 A 换成这个，这个不是 B， 嘿嘿嘿，就这个意思。好吧，我不太确定你到底懂不懂，但是我觉得我很懂。哦，你懂哦，你懂哦。然后再来第三个意思。好，我你懂。第三个意思就是你们第三个意思是烟斗这个字，它也不等于烟斗这个东西。我们是用发出烟斗这个声音来代表这个。但是它也有可能，比如说像它在英文里，它在法文中间成品，它就不是中文的。所以你今天对一个不懂中文人讲烟斗，对一个法国人讲烟斗，他就会知道烟斗意思。但是你用品跟他说，他就会知道说，哦，你指的是这个物品。就是词，平常我们说的这些话，这些单字，是通常都不是指这个物体本身。假设今天有个外星人来跟他说桌子，他就不知道桌子是什么。太薄。啊 ，bamboo 之类的，就是。它有可能会是其他的声音。今天我们语言沟通的这些声音都是长期以来不知道基于什么习惯，基于什么巧合。说这个我非常理解你。太薄。真的吗？真的吗？太薄了。就没有设计感。对的，太薄了，太薄以外有点，因为人家撞你。我现在先说一下我下个礼拜要做的事情。外星人家太薄。外星人家太薄。外星人家可以。我现在先讲一下我们下礼拜要做的事情。下礼拜呢，六个人嘛，我们会分成三组。三组要做什么呢？我们要以这张地图是，这边是电动屏，这边是牛豆墙，这边就是平常我们这个上学的时候在这边会活动的范围。我们要把这张地图切成三等分，然后呢，两个人一组，然后我们会用图画纸来画，你就要画说你自己分到了这一块上面，你就你所知就哪些。哈哈，爽爆了！啊，爽爆！就是我说的东西是，譬如说，比如说像刚才那个观众说的，你知道我不知道，而且我不知道在哪边，你就要说他的位置来，或者是你知道说这边他说的这个天颂碑那块碑在哪边，然后呢，你把它画出来，大概这个概念。所以这一个礼拜，当你们就是每天搭车在这边进进出出的时候，经过的时候多留意一下，每年古从山下天颂碑到楼上，到山上。学校这边来，一路上你会看到什么东西？我留很多亿。留很多亿，反正就到时候。三年水灾给盖完了耶。说明其实我们要现在分吗？耶，你好。分组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觉得分组我们要现在分还是？我觉得可以。先分。好，可以先分啊。分。我上次分。不，不要。就我跟丽珠。然后就矮的跟矮的，女的跟女的。好了，这样子，我们切开这三个分成三组，这边三个分成三组。好，那我跟你说，好，就这样，就是照自己收益的方法。对，嘿，对。
那丢，反正我最终都还是跟绿组，换个牌就好了。黑妹。好，这边有 A、B、C。啊？那一块钱呢、哦？不可以啊。干！专注度很差。对啊，所以就是
有时候上那边变对空气上课，不知道上什么。我一直觉得对。